啪啪啪啪，哗！乖闺女，你这一天一天，叶老二在伺候他们，你图嘛呀？他们吃的你看的，他们做的你赞的。脑血色合一症交流俱乐部也没有伺候那么周到的。你觉得我乐意呗？我脑瓜子里有梗的虫，一咳嗽就忙抖，不干活就难受是吗？我又不把身世背景铺的惨点，家教童话故事的美丽女足吗？主要这惨也不是你自己铺的呀，你这不天不天挨欺负挨出来的吗？你那后妈天天就会抽烟喝酒烫头，那俩闺女长得一个比一个令人费解，天不天这仨乖戾跟你吆五喝六的，你真忍得了啊？要我早蹦起来叨他们眼珠子了。你那小脑仁跟弹球赛的肯定不懂，我要打落槽就会喊大卫天龙，走两步就拍死一片500年道行了，最后来一艾拉蜜的从良富二给我支走过日子去了，那个网络小说有嘛区别？别耽误我洗脸了啊，他们还等着喝水呢。啊，这水是给他们喝的呀，那你赶紧洗，洗完以后我也想往里来一下子。哦，哗啦，哎，我说能行吗？还我病得我渴死了，我妈等我出门呢，快点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啊，我你听听，隔阳43号大军跑踩到骨根了，在的玩命的叫唤呀，走到哪儿都急了急了的，活成害虫了都。这样那点膘都是天天半夜被窝里缩了大脚豆存出来，饭桌上吃那点下水完全都填不在嗓子上。怎么又有这臭鸽子事呢？你天面你少跟他当吧。哎，好嘞，放心吧。不跟我当，还跟你当。只要一聊天离不开七大姑八大姨，跟你打个完一老早就成大老娘们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我有正事儿，我非得在这骂你一天，给你骂化了。长得就离了歪斜的，还有正事儿，把我骂化了干嘛？拿勺筷子吃，牙口不好呗。行了，多说两句吧啊，我去营业了。说。我们当时那么执迷，你不想问我们干嘛去吗？你怎么了，谦哥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有耳朵呀，满马路都吆喝呢。王子的联谊会吗？谁是谦哥？你不想跟我们一块儿去上？不想去，你也得说你想去，快说你想去，说完我好拒绝你呀、啊。你别在这小时候让燕麦糊拐砸过脑门子，落下病根了吧？我说我不想去，你非得要我说我想去，完事再拒绝我。你跟我这早头呢噻？看就是你这脑子不配，俺压根就没敢往那边想。姐姐有大智慧呀、啊，这是狗尿苔包包子，秀外慧中啊。这话要夸我呢吗？我一打听王子喜欢哪个类型，发现自己完全够不上条件，就不跟着起哄去了。哪儿打听来的？王子喜欢嘛类型的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妈妈，他不说，他这是遭倒霉。你们真没听说呀？废话，一旦我们像你这样甜不甜，满马路窜老舌头去。跟你说，我今天王子就喜欢女流氓那种性格，就想找个不吃亏、会打架、爱给人下班、爱给人争风，最好是有点小事就对着妈姐催唾沫、满脸花、好头发踹脸那种，那样他才有安全感呢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，甜甜皇宫里听话那么多，他肯定没见过这性格的。唉。所以我一想，大姐二姐太合适了，他们俩强项、哦、我就别跟着掺和了。正好估计你们也没想带我，我就没提。行，这回算你立功了啊！爽堂去年那馒头三给你吃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妈妈。吃完想着干活啊，要不然我发现你偷懒，小心我拿你当绝饭棒。棒